二流。哦，有了。哦，真难呀。抽完，抽桶抽我完，抽，就抽2次而已啊，不是吗？抽2次，对啊，啊，抽不到，我再出吗？我很紧张，你要啊，现你在紧张还马我上紧抽，张？是还你比是较紧等张一下？吗？啊？哈？什么？我现在不能乱动画面，动到画面 DC 全部会跑出来啊。DC 全我现在是，部。对啊，我现在是用那个拉个视窗。啊，我不是解 DC，我是拉个小视窗，我是整个电脑荧幕画面。好，那我要抽咯。你是用哪个扳手的兽？如果他阳兽没耗尽，就是我的钱包耗尽。我点了。嗯，我啊。我啊，好了。你是没开声音吗？有啊，我怎么没听到声音？没有声音呢。对啊，那我要不要重开一个？好，你重开，那好，就让大家看你的头。我的头，没关系吧？快呀，快快呀！有声音吗？没有啊，没有，算了，没差了，没差了。敢不敢给我一个角色？对啊，你敢不敢？不是啊，你牵手你啊？没声音？为什么会没声音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变了。是八七，去火麻将，是锅跟便这样子啊？没有啊。没啊，没差啦，就说没差了哦。你做到有没有语音效果啊？哇，哇塞，好，感谢你。感谢你。有这个？没有，这个有什么用？他比较想要角色。这有什么用？他会讲话吗？丢出去只有理解而已啊，我弄而已啊。没事没事，感谢你，我感谢你，我怎么了？好了，请登出，我怕你花钱。什么？什么？可以加啊，加什么啦？手储啊，储个20280啊。你要储？储啊，不储吗？你疯了吗？你不是不在游戏上花钱的？我自己就花过了，在这账号上，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啊。我知道啊，为什么在这账号花钱？倒数第二个是你花的，最贵的是我花的啊。买了啦，买了啦。你认真？不然我买便宜的，你买贵的嘛？看你哦。便宜的是怎样？33块吗？不是啊，买这干嘛啦？你的那个啥？好了好了好，我借老巨的卡刷一下。反正他今天都。对啊，等一下我那个一下。好。把它挡掉。聊聊天室哦。先辉夜姬卡池，对啊。等他抽不到，我有自己抽啦。到不了保底嘛。冷。冷。哎呦，靠腰。你来抖了，说到做到。早上没抖，你那边骗。听说你唱很嗨、欸，你唱上瘾了是不是？
然后一觉醒来看到怎么你还在直播，然后在唱。那小鱼，我把我的账号密码试给你哦。他是八是没开麦，没有，我有开麦。他在弄，他在弄，他在盗别人的信用卡。我没有盗别人信用卡，乱讲话。他在用男朋友的信用卡。我没有。是我自己信用卡、啊。嗯，对，那是你的信用卡。什么东西啦？你好想抖哎、欸，持续上线。没关系，我下礼拜一再开个早安台。为什么？那今天把他的一个月的 SC 给抖完了。谁？啊，加藤、啊。哦，优一。昨天那个夜店 DJ， 昨晚的夜店 DJ， 我会开早安台就是因为他。他们跟我讲说，你早上我才能抖，晚上不能抖。哦，好，那我就早上开。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我以为是狼月，你知道吗？然后狼月都是 早上去什么去送货的时候出一下。翻。嗯，你好了。还没。哎、欸，你卡在闹我吗？哎、欸，好了，不用，可以。哇，你变好多啊！哦，好了。哇，又二十抽了！哇，怎么那么多？完了，凉凉。又完了，凉凉。为什么？为什么？我的阳寿呢？难道是我用来抽分握取了吗？哎、欸，它都是礼物哎、欸！你看你之前还会说啊，不要有压力好不好？没有压力啊，这钱是我的、欸。我怕你有压力啊！我傻了、欸，有了有了！你的流星好像特别快、欸，妹妹，敢不敢再给我一只？敢不敢抽三只的运啊？又是妹妹，这谁啊？啊走开啦！哦，没了，不可许愿，不行了，不行了，你尽力了，我尽力了。对，还是你要出出看？我出你抽吗？那你要登出啊？你自己抽啊？我自己抽，白痴哦。好啦，那你不是要帮他抽？对啊，我帮他抽。好，你要直播我帮他抽吗？不要，我怕我等下气死。不会啊，我会啊。我现在你气死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那我不要啊。来，给你，然后我先下线。谢谢，好。我不要啊！我怕我真的气死。哇，你的，我怎样？我 EQD 这样。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干嘛啦？你先不要开哦，我怕我会。你又闹你的。没事。好了没？好了好了。好，拜拜。拜拜。好了，我们回来了。都到了，妹妹。听说这次光遇复刻是
欧利有选择的，真的假的？他给狗咬，给狗选。旦那様、今日も今日も舞が。商店。哦，对耶，还有这个要买耶，对耶。看看这个意下。小鱼敢不敢摘一只？结果真的给一只。我用个画面。不过日拉不会开太久啦，因为还有那个阿米狗的东西，看他们好像刚才直播画面分享的东西，不知道他们分享什么。你要去保出来。哇，现在美金涨了哦，喝这个好贵哦。妹妹结婚比较香，哪一只结婚不香？对不对？好了，啊，等一下，哎。好了，我不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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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あの、少々お尋ねしますが、目元がキリッとしていて、かっこいい男子生徒を見かけて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え？会長のお知り合いの方だったのですか？では、改めまして。私は篠宮かぐや、周知院学園生徒会の副会長を務め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没有三百抽啊。应该有超过啦，虽然是想要这一只，怎么办？其实想要这一只欸，女仆很香欸。奖励一来。早坂愛、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苦手って言えるくらいの人は、そうですね。対象 F だけかと。あの人、いつもわけわからないし、常識が欠如してるし。怎么手断掉了？ああいう人が邪宅にいると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し、何をしても邪魔されそうな気がする。耶、yeah, 回来哦，怎么了你们抽到了吗？让小鱼抽到了是不是？你只有抽到这一只，欸，其实这一只真的比较多人喜欢呢、欸。没，他歪了两个。等一下，我把光遇声音调大声。啊，这次活动是什么相关？跳过。即可原谅这次规则，真是。好了，又是小鱼的东西。お月見ですか？
いつに。我比较喜欢妹妹。反正时间还够，这到什么时候？21天。没有喜欢灰夜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啦，这个贴图。啊，黑心欸。18号。要不要再抽？欸，没有桌布欸。欸，桌布你们有抽到吗？啊，小鱼问说这个桌布会动吗？到底为什么没钱花？搞不好第二次联动啊，不要猜啊。可以直接换。可是小鱼我们可以换了欸。小鱼有帮我抽到欸，抽到什么？等一下，小鱼帮你抽到什么？菜鸟抽到了，好抽布哦！啊，你们在讲谁呀？我看一下光玉的。樱花桌布不会动哦，所以番茄你们还在抽吗？没了，不要好了啦，反正时间还那么久。幻境传说这是什么东西？好玩吗？干嘛的？来速速看。我知道这次活动啊，我说是干嘛的？干嘛的？没事啊，试试看。不好玩，我再换修罗。他讲无双。啊，这是干嘛？等一下，哦，什么？我现在是干嘛？一直合拍，除了吃饱拍以外，所以我现在怎么办？什么意思？活动要打这个欸。好，完蛋了，看不懂。庄家龙必须处于地我都不。哇哇哇，规则这么难哦。真的是来开始规则麻将了欸。布丁拔符以及流菊满贯的小鱼救我，天啊，我跟鱼都有缘欸。带鱼救我，庄家才有第一个规则。所以我现在其实要赶快听牌吗？没有听牌的话是不是会罚2000块这样子？立直合牌时除了赤宝外，表牌，所以是我碰了之后是无效的。
リーチ。我就打四人东，当四人东打，我知道啊，好难哦。ドラ猫にゃんがん会有连装吗？感觉有耶、欸、哇，有连装的，不能玩了，会玩太久，不行，玩了不行，玩了，这游戏不能玩了。九死九敗だ。哇，小啦。ミスでしたか。にゃあ、いけにゃい、ドラ猫が。我可以把冲杀小这个语助词改掉，只是有时候如果跟别人联动玩游戏的话，两个冲杀小好像也不是很。棒。棒。カナちゃん、もしかしてミスった？安安刚来，请问我剩几年可以活？你要不要问小鱼他剩几年可以活？没有啦，小鱼刚刚是要用小鱼的阳寿换我的角色，但没有换到。嗨，妹子。因为那时候小鱼帮我开我的角色，就都是20抽内中了我想要的角色嘛。然后有一次是20抽，抽了三只角色。哎呀，给他玩，给他玩。波西今天快乐吗？嗯，今天吗？你要让我快乐吗？哎、欸，你看你啊，你有在？你是不是不在兔窝 DC 群呢、啊？他们这些神经病，昨天开始都在兔窝里面在那边嗨。然后我有偷偷把你的那个退曲啊，然后丢上去 DC 群，兔窝 DC 群。哎、欸，对，你在哦，白痴哦。你在，没事没事，我记得了，你在你在，爱还在，爱还在，爱还在。棒。欸，你要进来唱歌啊，唱一次就好了。第一集。因为，
那天帮你圈了一个粉丝，就是叫克洛伊的妹子，声音也很好听，帮你圈到了她。怎么受伤的都是我？安安，立直宣告后，每张舍牌会导致合牌。哇，什么牌啊？太棒了吧！可恶！清唱，对吧？小小唱一下就好了，你要吗？你愿意吗？因为那时候帮你圈的这个粉丝，他说上班啊，什么东西都上班或工作都在开你的台听记录档，好可怕！你说清唱很可怕，还是我快死了很可怕？不会啦，小玩一下。不过我觉得规则蛮好玩的啦。气，你就气气看啊。哦，清唱很可怕，哪会你清唱那么强？你光是讲话就很好听了，更况清唱。你看，清唱，我现在没形象了，很多话都很难讲出口。不会啦，好诶、欸、好诶、欸、好诶、欸、哦，连中咯。没有啦，社会业绩大小姐好猛，所以我只是想要，我只喜欢她的贴图，真是可爱呀、啊、风纪庄家龙是必须处于粒子或符咒，不可莫听。哇，黑糖安安，今天出哦，刚出。等一下，布肉哦，所以我可以吃捧哦，没事了、欸。其实他如果没有连装，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可以对回对会员讲，我不要啊。嗯，还是迪路你想要说话，这位声音就是很像鬼鬼。真的哦，真的很像哦。迪路，等一下我们进通话，然后你可以对我说一声大家好，我是鬼鬼，可以吗？不要提，这是什么模式？我幻境的。拜托你了，迪路。七，龙呀！干被摸断，没事没事。啊，还要玩这个吗？这个会玩很久。迪路声音像鬼鬼吗？像啊，很像耶。拜托，迪路来，你去life区快点，迪路。一路life区哦，我们重换间。一路来life区，快点快点快点，给大家听。来，请说。大家好，我是鬼鬼。不要害羞啦。
近啊。大声一点，你昨天唱歌才不是这样子勒。快点快点快点。大家好，我是龟龟。没有，你才不是这样。那你要唱歌吗？你要唱歌吗？不可以不可以。对啊，你看我们 DC 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柯文哲，又有龟龟，现在又有小，小强你在吗？啊，加藤应该去睡觉了。快点再来一次。Hello， 大家好，我是龟龟。不行，你不能那么害羞。你昨天唱歌才没那么害羞哎。来啦！喂，你要学到很像我才放你走，你不能害羞。Hello， 大家好，我是龟龟。他是龟龟，不是龟龟。龟龟。对，大家好，我是龟龟。大家好，我是龟龟。啊，有了有了，快像了快像了，加油，再一次大声一点就好了。我把你声音拉大声，哎呦，已经150了，好，再来。Hello， 大家好，我是龟龟。龟龟，龟龟。好了好了，谢谢谢谢，感谢龟龟啊，谢谢谢谢谢拜拜。让你唱歌吗？对，因为那时候跟迪路，他有进。进语音嘛，然后进来我想说是谁，因为之前就有听到迪路的声音，然后想說看声音好像龟龟哦，然后我就想说谁我要找一下，然后是昨天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我说哦原来是迪路哦，不要玩人家，我没有，连主持人是进，加藤进来，进 Live 区快点，加藤 Live 区。来，换你了，快点，你的主场，快点，小强。喂，你没有声音哦，不要害羞。你喂喂喂喂，你才不是那个声音嘞，你昨天的声音嘞？哪一个？哪一个？有没有超像？超像？超像了！没有啊，这声音有啦。你们好，我是陌生小强，有没有很像吧？对不对？我想说，看是他们是重新出道是不是？超像的、啊。没有了，出局了。我可以离开，好啊、我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就昨天很像是小强在主持那个 DJ 演唱，我说，我接到麦了，然后就说，现在我们有请下一个。呆鱼啊，呆鱼准备好了吗？这样子也不是人才，就是他们的声线一样啊。然后其实我昨天就是听他们在唱歌、在组织的时候，我笑得很开心。有没有说到百分之百很像？但是声线很像。对，我那个时候是在笑这个东西。你被优野声音吓到，对啊。呆鱼哦，干嘛现在是要攻审每个人吗？你还没休息？我想也是啦，你们嗨成这样子，怎么可能那么早休息嘞？我现在的心情和溪水也回追。到我了，抱歉。先这样吗？晚点再跑。我先打牌。No K No K， 啊靠，要打出。啊！他们还要等我晚上唱，你想唱就唱啊！
什么啦？二选一。哦，他要遇到这么多的哦。战果如何？两只，一个妹妹，一个灰叶。哦，还没有抽到，还没有抽到女仆。哎、欸，三十抽出妹妹，然后还有十，应该说总共五十抽中两只角色。等等，可以秀我抽到的给你看吗？你抽完了哦，你抽到了什么？我应该会恨死你吧？还是你贴了？你贴在哪里 ？General， 你不是说没兴趣吗？樱花之路好像抽得到白银哎。等等，我要乱录一场。那你开邀我啊！七，如何？等等，可以看看打有人场会增加活动分数吗？你说我现在去看吗？好好，你好的话，那我要赶快飞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要他这张贴图啊。嗯，加藤声音很优啊，他的 ID 就叫加藤优啊，你看，他已经跟你讲了，对不对？还是你第三只角色要叫加藤声优，很棒吧？你要出道，哎干！啊，没事，对不起，我骂脏话了，掌嘴。哎、欸、啊，你们稍早在测试女巫躲猫猫吗？还是什么？我看雨月分享画面。FB 官方有说有人场解不了，你的是什么角色？这只吗？就这次活动啊，灰夜姬啊，也停不了。哎、欸，这只灰夜啊，哦，他们在测，我不在哦。我那时候他们说这个维修好了，我马上冲到电脑桌，就想说开台来玩。看来今天不宜打牌。好，熊猫团团啊，还没，对不起，为我飞了。純ちゃん、本日ドラさん、満貫。我满贯，结果没有飞，是很合理吧？刚想说
他庄家。您累了吗？有一点点。啊，也谢谢小鱼啊，帮我把水位抽掉了。啊，让大家告诉大家，小鱼是一个很好的 mod。他很想用洋葱来帮我换角色，但他尽力了。啊，那新模式不能有人场，那有人场存在的价值意义剩什么了？它、啊、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大丈夫です。何を捨てたかは分かっていますので。不让你睡。啊、你不是卡爆了，你是骗人，你是跟昨天他们那骗子一样，你是不是也是骗子？加藤，你是骗子。我想听什么歌，我可以点歌是不是？你想对我唱什么歌？什么？ごめん。我关个麦进去听哦、喔，哎、欸，他们还没好。你唱你拿手的啊，你是真的无法抖哦？好吧，我是真的想不到。你又不会壁咚。那来一首，来一首什么？就是爱，好不好？我等那个进关麦，我再过去啦，因为他现在好像还在唱。我看到晴儿只要一开喇叭，我就过去。就是爱是啥？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你在传达你爱我，手牵着我，还是你要唱倒带？我们唱难过一点好了。当我才发觉，就是爱，世界变了，还是小幸运？还是你会小幸运？no。我不会就是爱，好吧。リーチ、本一、ドラ、ワンガン、チュン、ドラ。你的国事，没事。我的没事。小幸运可以，好啊！我等一下看到你一开麦，我就冲进去。砰！哎呦，砰那么大力！哦，他开麦了。害羞哎、欸，哎、欸，真的进来嘞！进来，很害羞哎、欸。我可以唱副歌就好吗？应该没关系吧？
唱啊，他听得到吗？唱啊，可以吗？要打在哪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睁开了双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感谢晴儿，好，我撤掉了，是不是很好听？所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去好乐迪都好了，去 KTV， 我们都是一群人坐着听他唱歌了。他偶尔会在他的实况台上唱歌啦，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他哦，追随也可以，不，不是尼亚啦，尼亚顶。哎，这个是他的推曲啊，有空可以过去。没有，可以先订阅，先按追随啊。他通常都是礼拜四五啊，下午都会玩那个，应该说都会玩呐、啊，是下班时间才会开台。对不对？可是他就是他分贝很高的，就是会破音的那种歌，他也唱得上。我忘记那时候你唱什么歌让我吓到，好像也不是煎熬，我记得有一个更高的歌，你那时候唱得上去，我就觉得哇，你好强哦！慈梦，嘿嘿。黄邓紫棋，哎、欸，对啊，泡沫吗？黄泡沫、欸，哎。好，团团邀我。お開きということなら、また今度誘ってください。では。你怎么是抽到这一只？我在下面，团团，我在下面。喂，我要用妹妹来打你。你知道我这一支超好笑，怎样？因为我原本以为我有150信物，结果我只有140，我就啊，好实抽抽150，涨了，超好笑。可是我现在那150，我想留，我在想要不要留着？你不知道留千花或下一次活动？那会不会有千花啊？我就想要啊，反正这次没有你要的。对啊，哇，好扯哦，好好笑。也没有什么贴图啊？哇，这什么贴图？送你们开心的，不是这个。妹妹的贴图也太……太棒了吧！这个，我真的觉得，如果真的没钱花不可，
对啊，我也真的以为有啊。对啊，我觉得太扯了。我以为会有那个，就是他打排球的那一段，那个惊悚的脸。对啊，原来不会打。哼哼，那什么？炸爽？还有什么？那个？哦，好哦。然后他其实他不是有分樱花跟竹林，其实没差、欸，没差，就是都抽得到，都抽得到。所以是抽樱花抽到男角色。没错，没有错，没有错，太神了！你的对家，他一直想在我的实况台上面做出国士无双。那我现在见他不就很难过？不会啊，你会看到一直用酷酷的贴图。我一直在丢字哎。啊啊啊！红莲，红莲。要重连了，没想到我有今天。实定版真的是不稳很多。我丢出了什么？可以跟我说吗？六万啊，好，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其实你觉得还好。电路一，我怎么会在一？哦，你丢了酒桶哦，那还好，也不是我要的。爆牌，爆牌！哎、欸、呀，他做国师他会，你知道我现在场上是北西南中都各丢一张哎、欸。没事，他那时候手上有两张就开始做。哦，说到结束之后，我说你几张了？七张。好笑。然后那时候就在他面前直接把他的就是杠幺九牌，然后他直接哭哎、欸，哭爆啊！我就喜欢跟他玩。欸、有跟他玩的场合，我都直接扔那个幺九出去给他，除非我手上的幺九太漂亮了，就是跟他尬，我来哦，我们看谁先。哎呀，把、哦、他丢出来了啦，他应该是满。嗯，啊、哦，做什么啊？做什么呢？啊，我摸到那么多字，我是不是其实应该都要留着啊？真是。你说国师吗？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也七张了、啊。对啊，就我丢出去丢那么多字。立即，立即，你立即了。你是正厅自摸。没有，哦、你正厅哦，居然对，我正厅。哭的好亮要哦好废不是耶、欸、你说你们全部都那个啊为什么啊来啦哦不是混老头吗、哦、阿伯哦啊啊！香香，香香，怎么呀？嗯，哦，刚刚有没有想丢那张哎、欸？吓死我了！哦，没事，我正听。对，没事，也是啦。对你正听，我们丢也没差。对，那时候有人说正听跟那个谁。260抽抽到三个保了辉夜下来我的天哪、啊、260抽很多耶、欸、完了你氪了多少、啊、这样有没有2万啊应该有哇你真的国师了两个一都在我身上我是不会丢的然后两个一万在那啊那他没了他真的做到了好强哇不好意思阿飞没有了，你还是没有完成。扣在我手上啊，没办法。啊、阿飞啊，这个就是缘分啊。啊，没事啦。我可以给他希望，我给他好牌。我会给他绝望哎、欸，我故意不给，就是因为我手上好多，也不是好多啦，大家就知道了。
啊，不要。阿伯不要哭，没事啊，我也是都想做都做不出来的。我好像前天做出来，我马上截图下来贴给他，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你好坏、欸，哎、欸，我也很久没做国事了、欸，哎，我真的很想要在一般局做一次出来，因为有那个特效很帅，可是好难、喔，太难了，真的。修罗比较好做梦，对啊。我要羞辱他，我那时候就是要羞辱他玩过头，哈哈哈，就是我要故意就是杠那个，把那个我明明就已经立直听牌了，我是故意要杠啊碰啊什么之类的，又没听牌，直接哭出来，对啊，哦，哇，不小你。啊，好吧，我立志好了。啊，立志。不是哎、欸，这什么？这个镜牌后面不乖，对面的桌子也太亮了吧？气。亮晶晶，啊，不要，炸爽，啊，看一下哥哥，哇，你怎么了？不紧张。没紧张，好烦哦！哦，哈，你有四个一万，好强哦！哦，没了是不是啊？都没了、哦。你听哪一个啊？这个不是，那不是我，那不是我。中了，哦，有了，又死了，他被无血，小屁，我打了四暗刻，就是要这样，赛亚人，好，补血了，补血了，海底摸鱼，河底摸鱼，哦，你在笑我啊？嗯，我要把你抽干。你知道我刚刚会的原因是因为呢，我原本在犹豫说要不要只单听二条，结果后来决定不要，然后结果你下一秒就跳二条。哈哈，难怪。啊，好吧。如果我是给阿伯的话，很开心啊，不是，我要送他好康的。我们又是七队啦，七队主，不行，这牌一定要碰碰，我要羞辱他，他刚才笑我。欸，所以你真的没有抽到那个吗？斗阵？没有啊，我超难过欸，我也觉得很难过欸。怎么会没有？还有谁巧克力也没有，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们要，所以你有哦，我有啊，你们所以你们要去看台，你要去看台抽那个 hill。我要去看台，而且它只有几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哦。不是退群有特定几个才有吗？就是特定几个直播的，然后就明天就是半夜一点到好像早上九点还八点吧，这段时间要看哇，就是所以我就要挂台啊。哦，完了。不能亮你真棒了，我不怕，我想要美，唉，直接哭出来。
阿贝九万剩一张哦。有梦最美，对，希望相随。你有车，有梦最美。蹦，梦最美，美美美，送你。棒棒棒！棒！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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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哎，我昨天不是也是谈到了怨灵那一场吗？对呀、啊，因为那时候我唯一当过一次掘墓，有几次，有一次是根本没掘到，就是，然后一次是掘到狼人嘛，那时候是在游泳，因为那时候被追杀，我就随便乱点，刚好点到这样，所以我才会，我昨天不是问说。哎、欸，你们怎么知道掘墓那个可以掘到什么职业？对，我昨天就因为你其实没看，对不对？其实没看就没看到，那时候被追了。然后昨天在玩的时候就说：“哦，是这个东西哦。”然后嘞，怎么用就掘下去了。我说：“哇、啊、靠腰，掘到怨灵。”他说：“我赢了一定会被追。”你知道我是故意的，我觉得好好玩哦。我想说，对啊，你说你那时不是也在演吗？说不行不行不行什么之类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下一秒就过去了。对。哦，それぽん。哦，我以为是我断线。是呢，这个紧张怪怪的呢。排蹲怪怪的，排蹲怪怪的。哇，阿贝，贝，你看，四万二桶，三万七桶六桶。可以对对耶、欸，被人捏着啊！你一定是被捏住了吧？捏捏，这是被捏了吧？我的天！别捏了！哦哦哦哦！哦，それぽん！对面怪怪的、欸。如果只是一个混一色，我会骂你、啊。看起来很怪啦，很痛的混一色。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哇，六七翻了，好恐怖哦。嗯，我先跑了。哦，你跑了，我以为是对面。我们现在跟干爹玩一二三四位都无所谓了，我们只是想要把人家飞了。击飞很开心，对，所以今天你第一位，我觉得还好还好，你要尾刀到那个把人家击飞比较爽。嗯哼，哦哟，我这个三枪被人扛掉，哈哈哈哈哈哈，烦哎，还想要进一张五条就可以听别的，嗯，没有，阿北，我爬上来了，阿北。送你们香的、欸、送你香的，送你香的，你看哦，很香吧，哦，超香。香喷喷哦，阿伯醒来了。不能做、啊、我太早杠了，我再晚一点就好了。我太早了，我痛得靠腰啊。你怎么了，铁粒子？还猜我要什么啊？肉？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好，这张安全，安全的啦。哦，哦。刺激哦！嗯，好，阳寿，阳寿，需要更多的阳寿。木纳，棒！哦，还亮亮的。
九万亮亮的。哼 ，no。哦，好可惜，不是一，好可惜，不是另一个。我刚其实还有听一条 echo 哦，可惜啊。嘣。哇塞！阿飞，你是不是要？哎、欸，真的，真的要。三个，歪了是不是？他回来了。哦、哇！我换个看，其实绿色不好做、欸，很难做啊。基本上好像都只能碰，只能对对，对不对？对啊，一对一对，你没办法连连。二三四，二三四六，二三四六八八八，然后就都一定要凑对。对啊，太难。我已经错过了三次绿色了。嗯，对啊。四暗克单旗都已经出现了。如果四暗克单旗加绿一色，这样它是会算两个一个。我们两个一个。如果四暗克，然后刚好都是绿一色的，那就是四暗克绿一色啊，就那个两倍溢满啊。哦，所以这两个会算，这两个会一起算就对了。可以啊。啊。然后现在最梦想就是天河嘛，四暗克单旗，绿一色，大四喜这样子。这没有玩过，这些真的都没玩过。我只有在修罗合过国师无双而已，其他都没有。嘿嘿嘿，阿飞，我赢你喽！顶架梦想，顶架梦想，你要玩吗？行啊，好啊，我再一局下去吃饭。哎、欸，对，这时间其实差不多。对啊，最后一场。两名，下次给，下次给你记住。可是他就很可爱啊，我喜欢闹他。你帮我踢人，没有，他没人进来。啊，等一下，你换个造型再切回来。哦，所以是卡造型，换个造型回来就好了。欸、真的耶？对啊。有吧？这两个不是都是吗？没不是。房间坏了吗？我没有，我有看到了，我看到他们两个了。哦，有了，好好，两个都是新的啊。好，没事，我没看到，都是新的。我就拿到了，对，可惜不是女仆，但是要懂蜘蛛。你哇，他直接把他弄满，结婚就是课长啊，可恶，都不花在我身上，可恶。那他套在你身上的话，你也要变造型，结婚造型，好扯哦！啊，哎、欸，有看我看到青花了，结婚后有青花啊？有吗？他结婚后有青花娃娃？哦，有哎、欸、，Goldry。哦、这是女仆吧？最右边，嗯，蓝眼，金发蓝眼睛。因为这个是片尾的服装吧？嗯。哦，你那个亮亮的，很想要碰了啊！哭啊！你看，猫咪。
你怎么可以捧着爱心？哈哈，屁！哎呦，看到一个我蛮喜欢的，是不是有人在等这个？啊，哎，没有，我以为有人在等。哈？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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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钱！你在我们面前讲省钱，我帮你跟月月说。我要截这张图下来，丢给云月。栗子，哎呀，啊！我的栗子因为被盖了，可恶。哎，这也这样很恐怖哎、欸，我觉得很恐怖哎、欸啊，他很恐怖，我直接大失血，哎哎哎，这四千了，谢谢各位，哭了，怎么办呢？多的超小，这牌应该蛮小，两百哎，两千。利息一发一成功，ドラ猫ドラ猫。那是做了什么、啊？怎么那么大一个？哦，一成功一次金。哦，难怪哦，好扯，好扯，好扯。有结婚。有差，就是不一样。拜托，他们五个人打牌、欸，太神啦！怎么有人是五个人打麻将啊？游戏王都没那么扯。哎、欸，我送你好牌，有没有看到？有，差一点点。狼月，好、啊，懂了。狼月加油，看影片加油。哎、欸，啊、晚上今天礼拜三晚上十点后，你们那边有安排吗？我十点后要录影啊。哦，他们也是对不对？啊，没有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哦，是你的新系列那个哈？对，我现在跟他们都、哦、就是跟哈靖宇他们都是近视，吵架了。是，近视才录、哦。对，我要直接闪人了。哦，哎、欸，不是啊，场上太恐怖了，先闪先闪。好可理系这不是也要飞了，你在说你前天吗？被按在地上好可怜。有团团，对啊，哇，你会不会立直之后都是打九幺九牌啊？榜上国士，哇，立直国士，再来一张。人家真的都是打那个、欸，他这个多，对啊，好多幺九。狼呀！哦哦，对决对决。
这场的条子也太不受人喜爱了，真的，全部都在丢条。好，看谁先放枪喽！这个环节最有趣了。哇哦，好恐怖哦！你好险没丢哦，不然那个直接飞哦。好险你！你前天还杀不过瘾哦。他的牌很，他的牌都好猛哦，好好哦，太神了吧！好，我要听系统的话，送幸福，送幸福，我也是送幸福，有吗？你有幸福到吗？嗯，没有，可能吧，或许吧。他怎么感觉很难过？你这个金牌，你应该要气死！不是不是不是，哇塞！你直接，我想说，干脆不要好了。开心的，开心的。不是你，两手玩游戏。哦，我要崩溃了！崩溃！啊，崩溃了！真是可爱呢，银价勾军呢？蹦！哦，这个牌有点难呢，能不能那么好运呢？所以应该都是张，哎呀，砰！哦，吓死我！很陡哎、欸！哦哟，这都被捏死了，难过。哦，被捏死死！什么？啊！我要死了！是在哭哎、欸！你听啥？我还没听，但是我刚刚身上原本可以清一色对对合，就是差进张啊！哦哦，对，清一色对对合没听到。好，幸好刚没有丢掉。
我刚刚没想到要不要丢一万的，我丢我就死了。你看到一万的瞬间是不是？对啊，我们哈哈，对，刚刚圣母不是听一万吗？所以还是我看。他听二五吧？哦，他是二五哦，那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要好像丢他听的牌的其中一张，后来就没丢，吓死我了。嗯，一万哦，我丢，嗯，嗯，丢错了，算了。感谢捷云的会员，感谢情绪的会员。你要北上，是吧？小心哦，要防疫好哦。嗯，我忍不住啦，蹦，憋不住啦，痒碰了，不要翻啦、啊！嗯哼哼。回心主老教会好，师母，嗯，增加你进牌的几率。还是让我加速飞蛾的加速飞起来的时机。我是觉得你对家又再清一色啦，你小心一点。我有感觉，我有感觉到很恐怖。李锦呀，害怕。狼呀！你的发财。哦哦，好险！我的发先打出来，吓死我了！也吓死嘞！这个是标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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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到他的阳寿，没事。爱、嗯、另外一位泡芙。我们都还没听啊！立即一
你是因为忍不住了，所以才对啊才这样。那你原本打算做什么？没有什么，就只是想要例子而已。哦，还蛮烂的。好啦，谢谢团团。耶、yeah. ，拜拜。好啦，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好巧哦，真的啊！不不不不不不。小鱼开的会被吓到啊！继续教泰文功课，好。哎、欸，小鱼，你会打吗？你有没有兴趣打这个啊？不是这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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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脚，对啊，就可以吧？还是要妹妹的，妹妹的有 A 丝袜。不要乱玩好了，还原，保存，我记得那时候是谁在那边用那个卡维，然后刚好是瞧这个位置的哪个神经病跟我说，我要感谢他。等一下哦，这个位置吗？再一点点。再下来一点。就是这样子。好啦，就到这啦，那赶快吃饭吧，晚上八点见，之后都看打牌还怎样吧，再看看，那大家晚安啦，拜拜。